必要不会陪你去。话不多，然后你都用行动来表示。
可以在这两年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跟你同伴。然后呢，希望你去美国学校的时候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好朋友，然后呢，有知心的朋友，然后你可以去报考，然后希望就是你在未来旅途可以顺利。那接下来是嘉欣，你要去美国了，对，你期待很久，我知道你期待很久。我记得开学第一天的时候，我跟他借15块，我带15块，然后就一开始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讲话，那他就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可以借我钱吗？我钱不够。”然后他就很快就答应了，所以我一开始对他蛮好的印象。那去美国的时候，我知道你那边有很多老朋友嘛，那希望你可以跟我跟他们见面，然后叙叙旧。然后如果有什么好玩的事情的话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隔太平洋换钱去。耶、有两个，我们有请李继轩。讲话之后也有点就是腼腆害羞，然后现在反差超级大，然后之前就是你国一的时候超级纯洁，然后现在被我发现到什么样子，然后就是后来知道你爸也是外交人之后就跟你比较有话聊，然后就是很开心的在学校找到一个就是有那么多共同点，然后我还记得有时候就是我在你面前骂脏话，然后你就会一直讲话去跟老师讲，但是最后你也不会去讲。然后呢？讲就好，讲要哭。现在就是跟大家都打成一片，然后也是一些女生的爱。他哭了。找谁啊？阿杰哦，然后呢，就是希望国外一切顺利，然后不要忘记中文怎么讲。然后第一次看到你就觉得圆圆的可爱，然后龅牙有点像兔，然后就是觉得就是很可爱，然后然后虽然你跟我班的不管男生女生有一些冲突，但是就是大家还是和平相处，我觉得然后你又就是你很爱照顾鲍爷，给大家温暖。他很准，他很准，他很准。然后就是，但是其实你就是跟我们打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一些没有，不是跟那些很常打的人打，就是其实你篮下也很强，然后有时候三分也就是不输人家。哦。真的不要哭了。祝你能更好融入那边的生活。好，很惨啊！最后一个压轴就是我，不要哭。好，我不会哭。要放音乐啊！两年的时光真的过得非常快。听到你们要离开的消息，我内心真的非常挣扎。从国一进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还这么的小只，然后呢，我每天看着你们长大。我真的感到非常欣慰。你那时候小时候在那边，然后我对嘉欣的第一印象就是呆呆的，然后英文很强，然后一个是一个 A B C 标准 A B C， 然后整天口中都是 NBA， 然后呢 NBA， 这也是我跟英文的共同话题。哎 ，Westbrook 中废了，难怪我没那么好。然后虽然我忘记我跟你怎么认识了，反正一定跟篮球脱不了关系。然后。每天环球的固定人马人都是你跟我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可以为你颁奖。然后我对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是在丽森阿嬷家。哎，对对对，丽森先走。我们两个单挑的时候，我用同一个招式连吃你好几局，超爽。然后反正别人还要单挑嘛，我们再来一个角色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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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OK。
OK， 然后再来是魏伦，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，我觉得你不像那个卡比兽，我觉得你比较像一只龙猫。哦，对，他超那个肚子还有那个体型，跑起来真是哦。一种譬喻吧。从高一上开始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就只是一个宅男，就一直打电动打电动。然后到高一下，你开始跟我们打球，看到你的成长还有转变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然后我对你的印象，最深刻的就是家里很有钱，特斯拉，然后棒棒的，有，然后特斯拉，然后 BMW， 爸爸很帅 ，BMW， 春夏秋冬已经固定是短袖短裤。只有在那种很奇怪，比如说超热的时候，突然蹦出件外套。然后呢，这逻辑我真的给100分。然后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照片嘛，那个你在雪地里，还有你爸你在修车、洗车，蛮随便。然后你爸抱紧紧的，只是你一样短袖短裤，太强。好，然后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你们俩都是我很重要的 WiFi 机，我真的感到不知所措。反正朋友一场嘛，总会有再见的时候。我的 WiFi 机，两个在一定能够认真学习，交到最好朋友。然后不要忘记附中还有一群很想你的人，然后一样回来看我们，在这边向最诚挚的祝福，谢谢。附中吗？换老师，换老师。但是你要说什么？然后单挑。你刚刚是想说，我说，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我对于。离别这件事情啊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如果已经知道你们会去对你们更适合的地方，那这样的离别应该是要感到很开心的，因为你们是去更好的地方，而且就是现在就不会再见面了，所以只希望说大家能够在，其实应该这么讲，留下来是比较辛苦。看看我们的十五计划就知道了，他们去美国或者去美国学校可是爽得很的，留下来的人只要死命念一年书，然后再去考会考。我个人觉得应该要哀悼是留下来不正式的。好，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如果不管怎么样，国三接下来，我不知道美国或者美国学校怎么发展，或者放假。但如果有放假，然后回来学校一起上课。又接了三次图回来，应该可以，时间是可以的。算不算那毕业典礼呢？会是六月，如果有空有机会，也希望可以一起回来。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，但美国学校应该是有机会。好啦，那我们大家来。